家当兵这么久却没有一点消息的日升终于回来了。谁都不知道他在当兵的日子里究竟经历了什么。当再次回到这个熟悉又陌生的村子里时，日升的心里似乎多了一层担忧和失落，而少了一份喜悦和期待。不容易啊。都听我说，咱们福堂子叔是能人呐，把他弟我福军阁送出去念书，福军阁当上了大官，这把他儿子润生送出去当兵，也当上了干部，还是个军官，连润叶呀也是光荣的人民教师。福堂哥呀，啊，你家现在是军队地方都有人，正正是一家革命满堂红呢。哎呀，感谢党。想当年呀，润叶他妈还不叫润生去当兵呢。哎，我跟你们说，我早就看出来了，我家润生就是当官的命。对着呢，我说错了没有？啊，没有错，没有错。哎，以后啊，哎，咱们谁家有拿不定主意的事情，就找福堂子叔，让福堂子叔给出主意。一准错不了。你还真把福当哥当神仙了，掐指能算。那当然了，实践证明福堂子叔的决策那是正确。我的那个正确性也不是绝对的，我有时候也错了。瞎不眼，谁还不犯点小错啊？你停，扯远了。哎呀，这扯远了还可以扯回来吗？福堂啊，这个润生是半年没营训，今天回来了啊，还当了军官干部，这是双喜临门啊，要请大家喝酒啊。喝喝喝，一定要请，一定要请。请不请？你说什么？请甚来？我们家的直属又不下地去干活，家里没得吃的，哪受请？我就那就凑份子嘛。对啊，凑份子，那就得凑份子，热闹的事儿嘛。啊，对了，时间快到了啊，咱们到村口去迎接润生走。走，到饭馆来啊，过一会儿。月姐，你放着，我们来。走了啊，叔。欢迎你衣锦还乡，你是战争英雄了。你说啥？我听不见。啊？我耳朵被炮弹扯聋了，但助听器能听见。我不想让我爸妈知道我把助听器摘了。你得帮我。我咋帮你？说话声音大点，口型明显点，我能读到。妈，见。妈，我回来了。你总算回来了。总算回来了。妈，儿子不孝，让您担惊受怕了。爸，儿子没有辜负您的希望。哎，光宗耀祖，好儿子！对对对对，光宗耀祖，好儿子，好儿子！姐，你是个大英雄。对，你是大英雄啊！哎呀，你这个娃娃今天怎么总学着人说话的？福堂叔，我看润生回来，我高兴嘛。润生这回来长途跋涉也累了。我先送他回屋休息啊。那叫妈妈先歇着，歇着，歇着。哎呀！好，好，谢谢，谢谢。
老想睡觉，从战场上回来我就有这毛病。我不能让我爸妈知道，在这儿陪我，就让我睡十分钟。你这不能睡，以后叔婶进来这怎么办？就睡十分钟，你再叫我。对了，别让我睡太沉，睡得沉我怕做噩梦，我怕惊着我爸妈。我睡觉的时候别让他们进来。慢走慢走啊，来来来喝酒啊。哎呀，哎呀，哎呀，我说你这个婆姨，娃娃回来了你哭似的啊。你是他糊涂了还是在装？我装什么了？润生不是个全活人了。你胡说什么呢？娃娃能说能唱能走的，跟原来是一样一样的嘛？咋的？儿子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知道他哪好哪不好。那你说他是哪他不好呢？他的耳朵听不见了。耳朵？我说不让他去当兵，你非要他去。哎呀，我的儿啊！哎呀，咋的了吗？你叫我什么？润森不说，我们呀就全当不知道。娃娃都死了，他这是怕我们难过你。这请客的事情就算了吧，这人来的多了，那总能有人看出来。润叶呢也叫他回去，这几天少安就要回来了，我是怕向前起疑心。哦，我给向前打电话的时候，向前就拐弯抹角地问孙少安着呢。我跟他说少安这两天不在村里头，可是结果还是没有来。哎，儿子现在成了这个样子，女子两口子又是那个样。你说这以后的日子可咋过呀？还得笑着过，咱不能叫人家看咱的笑话。自儿当兵起，让你们担惊受怕，儿不孝，敬二老。哦，这个子前我先说两句啊。福堂叔，这话都在酒里呢，喝酒来。元姐，喝酒，喝酒，喝酒，来来来来。我这个话我现在还是要说呢啊，从今天开始，我这个一家之主我就退位了。交给我们家润生了，啊！以后润生不管说什么，都不能反对。行啊，润生，你以后就是一家之主了啊，你说了算。来来来，为一家之主干杯，干一杯！啊，哎呀，好好好。哎呀，别净喝酒，多吃点菜。嗯，哎呀，姐，来，我敬你一杯。
哎，你上战场咋不告诉我们呢？战场？战场上不让喝酒啊？我说咋不告诉我们？哎，瑞燕姐，这战场上有纪律，上前线不能告诉家里人。瑞燕，你不知道这个上战场之前那喝的叫壮行酒啊。咱不说这些了，你兄弟敬你的酒你要喝掉了。啊，行，我喝了再说。哎，多吃点。哎，你在部队上还有？哎呀，瑞燕，干啥？你这个娃娃就不懂规矩吗？部队上吃饭不让说话。嗯，好吃。就是那颗炮弹把我耳朵震聋了，我拿什么孝敬我的父母？医生，你是英雄，你都经历过生死，你一定可以摆脱，这才是对你爹妈最好的补偿。任生，哎，你咋早上起来这么早呢？啊，这部队里回来的人就是不一样啊！我记得以前念书的时候，要叫你早起，那比枪毙你还难呢。啊，你说啥？没啥，我说。你起得可真早，在部队，每天早晨出早操，我已经习惯了。在战场上，睡觉不敢睡沉，就昨天夜里，才好好的睡了一夜。哎，你衣服怎么全都是露水啊？你干嘛去了？我去给你把助听器寻着了。来，你昨天夜里出去就为了给我找这个，一直到现在。戴上，就不戴了吧。你对着我这只耳朵说，我能听见。任生，我还让你好好的，跟走的时候一样。爬那棵树，当然记得。我记得我们那次是夜里爬这棵树，你说这树上有吊死鬼，我们就比胆大。我结果在树上待了一晚上，我睡着了，哎，一不小心从树上掉下来，我还装作腿摔折，让你背我回去。你不说这事儿啊，我都快忘了。混球！哎哎，我这好几年没回来。咋发现这树没以前高了呢？哎呀，那是你长高了吗？小平，我有件事要跟你说，国家马上就要给我安排工作，具体要做什么工作，我现在还在等通知。你从来都是想去哪儿就可以去哪儿，我不行。我知道你心里有委屈。我记得上高中的时候你说过，你心里有一个陌生的世界。可是这个世界，你一直没有去过。现在，你会计没当成，
老师也没当成。你来信的时候说家里再好，你还是要出去闯一闯。无论幸福还是苦难，无论光荣还是屈辱，你我都要自己遭遇承受。这都几年了，每回你给我写信都说要走出去，我都回来了，你还没有走出去。不是我不想走，是我不能走。家里这烂包的光景还没有得到改观，我不能扔下他们不管。润生还没起来呢，起了，你一出门他就和润平散步去了。哦，哎，爸，哎，这咋回事啊？我想问问。哎，你问他就等于又赏他一回，你要忍心问，你就问去。那我不问了，我自个儿看。哎，玉子，你。请了三天假，今天去元溪县回你家看看去。哦，我想多陪你们两天。哎呀，不用你陪，你把日子过好了，比你整天陪着我们强。我不想去。你这个女子，你不想去，你是想让我早些死了是不是？哎呀，你说这话干甚呢？我去还不行吗？你看你兄弟现在成了那个样子，你再把日子过不好，我跟你妈这个心里头就……你跟妈好好的，我们都会好的。大姐，我回来了。哦，回来了。好嘞，来来来，少平，来上炕，来来，小范吃饭。肉夹馍啊，三年没吃过这个了。哦，爸，你早上在公社买的。哦，哎，好吃不？好吃不？啊，好吃，还是以前那个味道。好吃，多吃点，我都忘了。你也吃一个。我不吃了，我吃过了。来的，那我吃了。吃你吃，来来，少平，来，哎，好，我吃这。哎，姐，你也过来吃啊。吃饭呢。哦，那你快点。润生的再次离开，让少平的内心感到惆怅和苦涩。他老是感觉远方有一种东西在向他召唤。但他仍独自站在这村子的路口，向别人挥手告别。少平很羡慕润生能离开家到外面的世界，却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像他一样去这双水村以外的世界闯荡一回呢。姐夫，你下车咋不进家啊？本来是要进家的，毕竟是你姐的娘家，就是接你这弟弟。我是怕到家里了，你爹娘要是问起你姐来，我不知道咋说。骗他们不对，不骗他们也不对。你说啥？我听不见，我耳朵被炮弹震聋了。姐夫，我这回去县里邮政所要当一个搬运邮包的临时工，这不是我想干的。我想干的就是你这行，我想当一个司机。我有部队驾照。你让我开一段，姐夫。这儿不行，等到前面。啊？什么？我说这儿不行，等到前面。哎呀，我等不及了，姐夫，让我开一段吧。来来，走，让我开一段。这么多年在路上，我也没犯过什么大的差错，年年还能单位都能领到奖状。虽然是个普通的汽车司机，家里不算富裕，但也不紧吧，吃穿不愁，箱子底下还能压个七八百块钱。哎，小心前面车！姐夫，到，到，姐夫，到，到，姐夫，差不多了吧？到，有数，有数，撞上了吧？
有数有数，这就是你说有数啊？啊，我说的是这个数，不是茶数的数。咋了，姐夫？让我帮你修修吧。没事，没啥大事。反正我也累了，咱俩在边上歇会儿吧。啊，好，走。女人就像这酒啊，能让人迷迷糊糊的。女人又像水，这化学课本里不是说了吗？无色无味。没女人好，你看我都被女人折磨成个啥了？姐夫，啊，除了脸上挨过女人一记耳光，到现在我还不知道女人是个啥。这一年四季，我都在外面跑，有的时候真的是累了，我就在想，等我回到家。能趴在女人的身边，现在像我这么活着，这还不如死了。天下女人多的是，你和我姐过不到一起去，为啥不离婚啊？离婚？你让我跟你姐离婚？我告诉你，我死也不离。你问我为啥？因为除了润叶，我谁都不爱，我只爱润叶。可他不爱你，他不爱我，我要爱他。那就受你的罪去吧。对，受罪。我告诉你，这罪我都受习惯了。有的时候我一个人开车，一边开我就一边哭。我会把车停在路边上，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会把那棵树当成我媳妇儿，我用嘴去亲，我用牙去啃，啃得我满嘴是血。你还真别笑啊，有的时候年龄太小，有些事儿你不懂。但我告诉你，如果真爱一个人，真的是会发疯的。姐夫，姐夫，你刚才不是说你会开车吗？姐夫是一个忠厚的人，对我自己家人，对外人，都一副好心肠。我听我爸说，你开车的时候遇到孤寡老人，你就会把车停到一边，然后问他们去哪儿，带上他们一起走。咱俩喝酒了，车也不能开了，晚点回去也没事儿。反正我那个家也不算是个家。姐夫，来，你起来。姐夫，姐夫，润生。润生看着姐夫向前痛苦的样子，他也感到很痛苦。没想到事情到了这样的地步。现在润生也不知道在姐姐和姐夫之间该同情谁，但心地善良的润生明白，姐姐和姐夫现在都承受着各自的不幸和苦难。我要回去跟我姐好好谈一谈。姐。哎，润生，您咋来了？姐，快快快，坐好，累不累？我给你打饭去啊。哎，不用，我在街上吃过了。吃过了啊？那你咋来的？我开车来的。开车？你都学会开车了？啊，会了，我姐夫教我开的。哦，那爸妈呢？他们咋样？妈好着嘞，爸还是老毛病，经常咳嗽气喘。那你来一趟，你咋不把他带来去医院看看多好啊？我说了，他不来嘛。那下回不管咋样，一定让他来，这病可不能耽搁。哦，嗯。你爸还能下地干活不？能干，爸他是个硬性子人，就是活忙了，我帮他打打下手。行，
家里的事情交给你了啊。嗯，那现在家里还有啥困难不？也没啥，爸说了，让你不要经常往家里寄钱。我要是出门时间长了，就是吃水有些不方便。他担水的时候，气喘的不行，烧的。我姐夫每年开春的时候，都会往家里送一两吨炭，一年下来也烧不完。姐，我来找你，想跟你说个事情。什么事啊？就是你和我姐夫的事情。哦，你这么大老远来黄原，就说这个事情啊？是啊。是李向前让你来的？不是，是我自己要来的。姐，你不能再这样对我姐夫。我姐夫他是个好人，你应该跟他一块好好过日子。姐，你不能再这样了。本来这话不应该由我给你说，但是我想了想，我还是应该给你说。姐，我从小到现在在心里一直很尊敬你，我不愿意看见你受苦，也不愿意看见我姐夫受苦。以前我年纪小，不太明白你和姐夫的事情。那天我跟姐夫见面，我才知道，姐，你根本不知道姐夫有多痛苦。他常常一个人偷哭。以前他既不抽烟也不喝酒，可这两年他常常借酒浇愁，喝醉了就伤心地哭一场。我担心，有一天他喝多了，把车开沟里去。姐，你为什么不理他呢？恩森，你还小，很多事情你根本就不知道。姐，我知道你看不起我姐夫，其实像我姐夫这样的人不多，他待人善良，为人诚恳，对咱父母也孝顺，对我更像亲弟弟一样，你还要人家咋样啊？姐，你没和人家过光景，你为啥就看不起人家吗？再说咱也不是啥了不起的人家，你现在这样不仅苦了别人，也苦了你自己。没事，你说的话我记好了，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知道。哎呀，姐，我看见你和我姐夫打别扭，我心里不好受，你还是听我一句话，你和姐夫一块好好过日子。你现在这个样子，让我和咱爸咱妈在村里都抬不起头。你在黄原你不知道，在村里谁不背后议论咱家？咱爸是个要强的人，就因为你和姐夫的事情，他的脸面在世人面前都没处搁了，妈更是一天急得常念叨，头发都快全白了。姐，你不能光想着你自己，你要为咱家老人想一想。走，我给你找个住处。不用了，姐，你忙吧，我走了。啊，你要走啊？哎，你等一下，我去送你。傻了你？没有见过这么多钱。我可从来没见过那么多钱，人也没有见过，恐怕只有西游社的人才见过这么多钱哦。少安，我能掐你一下不？你掐我干什么？掐你自己。那你掐我一下。哎呀，你看你这个样子，不要掉到钱眼里，拔不出来了。哎呀，不看了，不看了，不能看，不能看。哎，像疯了一样你。咋了？眼圈咋还红了？要哭啊你？呀，你弄得我都想哭了。我想起那会儿逛黄河去我们家相亲时，
那爸说你人不错，就说赌一把。真没想到他赌赢了。哎呀，你个傻婆，你真是没有出息！不要哭了啊，绷着。哎，你准备拿这些钱干啥呢？还钱，那利息贷款都得给他还上，他还有老丈人的400块钱也还上。那个大骡子卖了他，能卖个钱大几的，把欠下的所有的债全还上。那在干啥？在干啥？我还没有想过。哎，跟明跟我说，信用社那个贷款不用急着还。那你说这么些个钱，也是挺愁人啊。哎呀，你干什么？那你以后让他天天的忧愁。我现在就想让你忧愁。哎呀！哎呀，你干什么？你说干什么？哎呀，多长时间没有见了，我等不了了。哎呀妈，你还挺有劲，你看吧。高兴吧？好看不？是吧？我这新衣服好看不？哎，咋了？你是我婆姨，还不能拉你手了？那城里的人都喜欢这样拉着手走。出去拉了几天，专门学会拉手了。我又没有拉过别人的手，只拉你的手吧？远不信，不是你的手你没拉过？哎，没有。真没有？除了拉你的手的，就是拉牛的手了，真没有。我信你。你当然要信我了。信我啊，能让你吃上大白馍。我信，一会儿全家人狠狠吃顿大白馍。哎，你咋不拉手了？爸，你吃白面馍。呀，徐丽，咱手里吃不多，省着点，光尝尝就行了嘛。呀，这是我让秀莲做的，你吃嘛。以后咱们家天天吃白面馍，就给虎子跟奶奶吃了。你看，爸，这从来都是有好吃的你让给我们吃，这半辈子你就没有好好吃过一顿白面馍。今天咱们家这顿白面馍，你要是不吃，那我们就都不吃了。爸，这不是偷的，也不是抢的，是少安挣来的，吃吧。爱给你，嘿，是是是是是，是。奶奶，爷爷，你转来。对于农民来说，不愁吃饭，简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儿。这是他们毕生为之奋斗的主要目标，一旦有饭吃，他们最基本的要求和最主要的问题就都解决了，屯里有粮，心里不慌。孙玉厚老汉眉头中间的那颗疙瘩舒展开了。吃饭吧，吃饭。多请几天假。行，工作你就先别管了，尽管去，需要多少天尽管去啊。谢谢啊，那我走了。好。哎，你要是忙不过来，捎一声，我跟丽丽就来帮忙。田润叶突然之间对李向前
产生了一种怜爱的情感，他甚至想到他就是李向前的妻子，在这样的时候他应该负起一个妻子的责任来。向前，你别太难过了，虽然灾难已经发生了，咱今晚发生的伴，等你伤好了，过些日子我给你安个假肢。你思想上一定要放开了，你放心，往后的日子我会尽心照顾你的，一直照顾。单位不是分了一套房子吗？等你出院了，我就把你接过去。刚才是你说的话，请你相信我。现在晚了。没有，只要还活着，一切都会重新开始的。咱们现在可以离婚了，请你原谅我，我是因为爱你，我是因为爱你才……这些年你都受苦了，跟你知道我都是为了。我明白，全明白。我想好了，就从今天开始，我准备跟你一起。人情和人的善良一起在他身上复苏，他并不知道，此刻他的眼睛里含满了泪水，一股无限酸楚的滋味涌上了他的喉头。他说不清楚为谁而难过，为了李向前，为他自己，还是为别的什么人。谢谢啊。向前由我来照顾吧，我已经请好假来。你们年纪大，不用经常来，向前由我呢。只要你有这个心，往后啊，我跟他爸会全力的帮助你们的。无论工作怎样繁忙，润叶都千方百计照料丈夫。她给向前喂饭喂水，每天还用柔言细语安慰他，就像阿姨一样乖哄他，抚爱他，使向前重新获得生活的愿望和信心。咱们结婚都好几年了，也生了娃娃，这一直都跟着伤口挤在一起，都臭死了。若依子没有自己的家，这咋行啊？反正我是受够了，我再也不愿意挤在这牲口里了。要古窑？啥？要古窑？你聋了？你答应了？哎呀，你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你看啊，趁咱们手上有几口钱呢，咱们就拍拍场场呼吸苦心窑，等供了新窑，这不就是咱们自己的家当了吗？你看尿不那么多了，
那一大家子的人，还不要几年把钱全都领花完了。哎，你想的是，远说这个姚和你说这个姚好像不是一个姚。那你说的是谁？转姚。转姚啊，远在城里拿砖的时候，看到这个城里到处都在搞建筑，砖瓦是紧缺材料。哎呀，那有多少能卖多少。当时我就想了，我们自己家有个烧砖窑，一年真是能赚下不少钱。少安，我要雇我们一家三口住的新窑。我要雇的是让我们一家人一辈子都不再受穷的烧砖窑。